底的一些游客造成这个垃圾，那我们日常管理处都会去做一个清理。那但是如果说其他不是游客产生的垃圾，那可能还是要由相关单位，因为有些还是有一些受影响，还有一些产权的问题哈，那可能还是要按照台电或水库主管机关的相关的规定来做一个处理。